那你帮我们演唱一首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啊，谢谢。好。如果我是一朵花，那又为谁而绽放？如果我是一只扎根厄罗蒂尔，欢迎两位。Hello，Hello， 你们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可爱哦。陆特米下是左边那位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对，陆差是这边。你们主要都是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节目啦？还是像陆差的话，比较常是杂谈类为主，然后会有一些关于声音的表演的部分。嗯，那我们的奥伦蒂尔的话呢，比较多的是，请说。Thank you， 好接得上吗？而且你看，而且连表情都有跟上哎，哇！谢谢。那我的部分呢，是主要的话是以歌唱歌为主，话杂谈跟游戏的话就是为辅的这样的部分。对，还玩游戏哦。你知道露卡，他的声音哦，好疗愈，好迷人。嗯，我看着你的节目，看着看着，我就觉得，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朋友，对哦。请听他的声音，就是那种宝宝乖，好温柔的，好温柔的，你就会很好睡，是真的，真的好疗愈，好舒服，会觉得很静，心很静。各位大哥哥大姐姐，该睡觉了，好吗？睡觉了，睡觉了。你有个很厉害的地方，你可以很温柔，但是又很霸道的。声音的家庭主妇，哎，这很冲突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反差，又温柔又霸道，很温柔又霸道。然后他今天想要你来挑战一下，你是刚刚喝醉酒的回家的先生。哎，这样很坏哎。嗯，对，喝醉酒回家，这就你的日常嘛。好，那我开始喽，我要回家喽。OK。Go go go， 老婆。哎，好像，看啊！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又去喝酒了是不是？我跟那个很胖的那个吴尊去喝酒啊。对啊，你呢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家干嘛？怎么没有乖乖等我？哎，你有乖乖等我回来？嗯，有啊，当然是等你回来啦，不然呢？我身体好臭，我早去帮我洗澡。你先去洗澡嘛，赶快回来洗你好吗？太可爱，我知道，太可爱，我都笑出来，你不乖乖呀？快拿出来，快呀！钱钱呢？好反差哦。如果是有一个人每天在那边等门的话，我根本不会去喝酒。哦，那难怪常跟我说爱喝酒。对。所以陆恰，你的就是一个，你一直都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很温柔的。看你的那个粉丝哈，都没有惹毛你过吗？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，就是会，当然会有，就是聊天室会故意来就是闹场的那种，一定会有。但就是比较多，就是直接看能不能够化解，或者说是想办法去解决掉就可以了。所以没有都不困难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还蛮好，他真的生气就自己，是不是？自己要忍住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二轮呢？会有什么动作啊？动很多吧。看什么类型的？笑起来好可爱哟。就我的设定，口红这样子。穿衣服。没错。二轮弟，你的强项是什么？我的强项是我比较偏唱歌类的，跟也是杂谈。可是我比较跟学姐的那种温柔性质比较不一样。我的老板帮我介绍的时候，还帮我直接上面写造口业，我觉得有点过分。哦，所以你是比较直接的那个个性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就冲出来，可是事后觉得说啊，我不应该这样子讲。那你帮我们演唱一首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啊，谢谢。好。形象，一棵大树的总和。
是。真的就想抖内了，我的钱呢？而且我觉得很特别，这个感觉是你完全不会去想到他后面到底是谁。我因为我就很专心在 focus 在他们的画面里面，对。然后他的声音又好好听，两个人各有不同的特色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